那六怎么上来着？从顺序吗？野兽的直觉，野兽的直觉。我还操作新浪娱乐嘞，谁猜呀、啊？一个人猜，四个人画。你猜吧。我猜呀、啊。想要猜吗？那我猜吧。那我们开始。能猜得出来吗？我猜出来。那能跟娃娃吗？要我就是一个刺激。我你的专业啊，你多画点，我真不行。下个单人又开始了。你的那个毛球。可以，颜色很对。什么毛球？哎，是吗？还真的有点接近。肥肥。毛球都给你。啊。王红叶，你这画个啥？我。限时一分钟哦。已经48秒49秒了，那不怪小子猜不出来，我就不知道这是啥，这也太抽象了。那你给我多画点，我看什么？多画点，多给小妖一点提示呗。这是血吐血了，是吗？能不能给我画出个最起码是？我一下给你让你看明白。鸭子被嘎了。哎，往下猜。鸭子被嘎了。嘎了哪儿？脖子。哎，你再看这是什么？血，嗯，它的形状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跟它有关吗？鸭子被嘎了，嘎了哪儿？嘎的哪儿？脖子，哎，对，脖子，啊哈，哎嘿，所以呢，它是小六，哎，小六，跟刚刚那个跟鸭脖有什么关系？鸭脖子，小六和鸭脖有什么？吃鸭脖，像鸭脖了吧？我想问你，怎么能猜出来？这。鸭子被嘎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小妖啊，这都是小妖在吃鸭脖，这鬼能猜出来啊？比这高一点，给我们的、哎、比这俩好点吧？比这俩好点吧？对，但是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想给他画小舌头，你画舌头有什么用啊？小妖？啥呀？你教孩子呢？小妖行礼，3、2、1。他独自在想，你在小六啊，小妖啊，小妖跑到小妖了，现在人家好几选不选题啊？我还一直在想小六呢。截图，你们认为向柳爱上小六的那个瞬间？小六，是哦，小六，小妖，小六都行。那最外向肯定是你妹吧？怎么说，咱俩应该能 PK 一下吧？我 PK 不过你。你可以 PK 得过我。我 PK 不过你。我觉得你比我厉害。六打招呼，3、2、1。哎。哦。我就不一样了吗？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到的小刘经常打招呼，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抬一下脖子。他可能只对你这样打招呼。你这什么意思呢？你在他的基础上瞄了两笔。我们是《长相思》剧组，咋做的？跟谁？柳。怎么上来着？哦，这顺序吗？啊。柳哥，你上次那个还没做，你用气泡音发一个语音。微博可以发语音吗？可以吧？你可以录一个视频，然后发上去。气泡音，然后说你的台词。哥哥的话，戴着墨镜给大家跳个舞吧。这好，眼睛看不到吗？这好。17跟别人撕个名牌吧，然后赶紧跑男。我撕别人的吗？可以，反正就是撕完赶紧跑。那我撕谁呀、啊？你给我安排一个。你撕一个，你就工作人员吧，都可以。行吧，工作证对吧？就是后面那个跑，反正你就跑嘛，演一个跑男。好新鲜的任务啊！风龙还没出场，风龙演个罚站吧，他现在还没出场呢，然后就罚个一分钟，我就是站一分钟抵十分钟是吗？可以，然后都可以抵一个小时吧，因为我看他们都好久啊，就什么20个小时了，已经是不是？我出一个气泡抵一分钟，
我刚刚都说抵一个小时了，一个小时，就是出一个气泡抵一个小时。对，发二十个气泡就可以抵二十个小时。对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你就跳二十个舞，你跑二十。那我是不是？我可不可以这样子？就是一步的话是顶一个小时。你想都不要想，真讨价还价了。现在认出来妹妹了，然后妹妹开始帮我搞事业了。搞事业吧，闲暇之余也有那个感情线，然后最后孤寡一生。演完苍玄之后，可能有点后遗症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清。看不太清苍玄，感觉视力突然不太好了。看不懂他，就那样。放在眼前的人找不着，完了之后天天还欺负他，腿还给人打折了，人也有点问题。没事，我也没认出你。啊，我也没啊，对，他也没认出我。今天这个我想明白，他也没认出我。我俩谁都没认出谁，彼此还行吧。这责任一人一半。我眼中的苍玄就还行。大家需要依次接力用筷子将香薰豆运送到另一端的杯子里，同时在运送过程中，五位也都要。我说的那个机位，经常两个人在一起，中间插着另一个人修罗场。那中间那是我是吗？对，小妖，你比我所有的想象加起来都要好。我只想做你的夜视器。最近有点不信寂寞的游戏。我这对你这句台词好。不，我要说这句。我更相信野兽的直觉。野兽的直觉。肯定柳哥是最不像的，他跟因为他没有九个头。不光这个性格也跟柳哥完全不一样。昨天我还收到别人说，我觉得你跟相柳就是。你就是本色呀！我说是真的假的？我说不可能吧！宣传香蜜，我记得，对吧？我还在这儿唱歌了呢。哎呀，再唱今天不唱一个，今天不唱一个有点说不过去吧？不提当年勇，不唱了。能不能给我画出个最起码是？我一下子给你让你看明白。是不是说咱就是说这能猜出是个啥？鸭子被嘎了，嘎了哪儿？嘎的哪儿？脖子。哎，对，脖子。嗯哼。所以呢？他是小六。哎，小六，跟刚刚那个跟鸭脖有什么关系？鸭脖子，小六和鸭脖有什么？吃鸭脖，小六吃鸭脖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想给他画小舌头。这画舌头有什么用啊？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啊！对，这个没用吗？这还有点用呢。他是啥呀？这个，他啥呀？小妖。啥呀？你教孩子呢？对。毛心是没关系。最近好像上了热搜的。修罗场，对，小六抓药，小六喝酒，啊，他们五个好像一个团，不然呢？对呀，那我们还这样喝？这样子差不多。炫一个，小妖亮相，他们挺起了正常。小妖伤心，这，啊，小妖跳舞，三二一。嗯，小柳怎么了？啊，对的吧？那一个片儿啊，你是不是有一个镜头这样？我满脑子都是你在那个片场跟我 battle 那个舞蹈。什么舞蹈？他在那就